我是 Elvin， 来自 Infinity Logistics。OK， 我是公司的 CEO。旁边右手边是 Alex， 他是我公司的 Finance Director。还有我左手边的呢 ，Steven， 他是我们公司的 Operation Director。今天能得到这个奖呢，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的荣幸，也感觉到非常的自豪。因为我们公司一路走来真的是非常不容易，也面对了很多的困难重重了。觉得得了这个奖之后呢，在未来呢，会带给我公司非常大的帮助，尤其是在对于顾客给予我们的信任。非常感谢，谢谢。